昨天跟女朋友吵了一架，第二天起来她人居然不在了。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出差去了。出差？你去哪儿出差啊？你别管了。哎，还好人没有走远，赶紧跟上。我丢，差点跟丢了，还好地铁来得慢。看样子真的是去出差了，由于不知道她要去哪儿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来出差呀。你出什么差啊？我这回带着任务来的，任务是追回文姐。油嘴滑舌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我那个来了。哪个？啊，就是那个呀。啊？哦哦，姨妈啊。嗯。痛得很厉害啊。有一点。赶紧找地方坐着，我先坐着，坐着，坐着，走走走走走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给你买药。再帮我买个姨妈巾啊？这怎么买？就买290的就可以。不是，我说我一个男的去买这个不太好吧？行，那我自己去买。哎，坐着坐着，我去我去。哎，能自助结账吗？那就买个这个。我丢，太社死了。来来来，先吃个布洛芬，然后没买到热水，你就用那个奶就好了。知道我在这儿，我跟过来的，我一直跟过来，我脸都没洗。怎么跟啊？就在你后面跟啊。你是变态吗？跟踪狂。哎，那你一句话都不说，你又走了，我不担心的。那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？那你还有脸上去？而且今天情人节，你跑到我跟谁过？过什么过啊？我没原谅你呢。你出什么差？你能不跟我说一下？我骗你的，我不出差。啊？那你来干什么？你回家吃饭啊。回家？你家在这里啊？我姑姑家。对，你赶紧走了，等他们就来接我了。谁来接你啊？就我姑我弟他们都来啊。那见见呗，见见什么了？哎，不要，我年纪还小，他们不让我谈恋爱的，你快走。哎呀，你就当是同学嘛，偶遇嘛。不行不行，快走。啊。